好，在我们刚才那个西瓜蛋糕旁边这边这一区呢，就是逛街区，最著名的就是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大厦。看起来像是古迹，但它完全就是一个逛街的地方，里面精品啊、咖啡厅啊都有，都在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大厦。韩式炒面啊，对。之前我们昨天到我们住的地方的时候，就一直很想要吃，我们想说，哎，那今天也还没想到要吃什么，就来吃这个好了。对，而且很多人。他这里还有卖那种我们在韩国的时候会看到在路边开的那种关东煮，那一锅，然后那个关东煮那一串一串一串，对，然后有辣酱，还有韩式泡面的那种哇，这个是我们点的这个牛骨汤饭，感觉就超好吃的。然后我们点这个，它还有附这些东西，你不能吃的。它这里面的牛肉好好吃哦，嗯，嫩，而且料也蛮多的，汤也好喝，亚洲味。之前我跟我姐在纽约都会点这个。一人吃一锅的，台湾好少这种。对，台湾都没有牛骨汤。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份这个，他这边特别推荐的，他的韩式炸鸡，辣酱辣的跟甜甜辣酱，然后跟水饺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这种国家城市的韩国菜都好吃，都比台湾吃的好吃。好吃，我们点这样子呢，大概是四十几块钱。他这边一道菜平均都是25块左右，所以我们这样点大概是近40块，大概1000多块台币。我最近10点就睡觉，然后结果我都睡不着，我就在床上翻来翻去，后来想说啊，才台湾时间8点而已，难怪我是睡不着。我们要吃的是这一间 ，The Ground of the City。因为他说我们要赶快点，因为他等一下就不能有那个吃的了。哦，我们太晚起来是不是？对。看他早餐呢，到11点半而已，现在已经11:20。对，所以他刚刚就这样提醒我。这里除了早午餐之外啊，它这里也是有下午茶的美女，很丰盛哦。现在还有这种蛋糕，可爱。然后现在还有这种三层的这种，一个人是6元。哇，这位置拍照很漂亮哎，我要进去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。我们点了两个餐点，我这个是。它都泡了，就是有蛋，然后有一些酱汁，然后沾面包这样子，点了一杯他们的澳洲的咖啡 Flat White。跟你印象中好吃的是一样的吗？差不多，这个起酥味道有比较重。我这个是偏清爽型的，你那个味道比较重一点。要吃清爽一点的话，可以选这种。然后这吐司跟我爸做的很像。我们现在吃完早餐之后呢，我们要来逛一下这一区呢，有几间脚踏车店，我们要来这边逛一下，有 Track 有 Rafa 都有。那其实它这一区也是很多那种精品，精品一条路这样子，很多东西逛的。但我们的朋友都知道，我们就是逛一下，随便逛一下之后呢，就会跑来逛运动用品店，就是这样。来逛一下运动用品店，哦，这间好大间哦。它这边有一个
进来就是像这种 gravel bike， 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这边的人都骑 gravel bikes。 嗯，现在就我们来这个也在旁边的这间叫 Jack Cycles， 看到这个外面就知道这是一间高级单车店。看看这个，看看这个，岩石区，那它这一区呢，也就是在港口旁边这边，然后它有一整条一整区的餐厅，然后它餐厅都是有户外位置，可以在那边很自由的坐在户外啊，享受着阳光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这样，然后享受着这个景。那这一区啊，跟刚刚我们骑过来比较市区那边有一点不太一样，比较市区那边啊，它就是比较拥挤，比较像是大家都在街道上走得飞快这样子，然后这边就是会有一些。可以在外面吃东西的地方，真的市区那边就比较多高楼啊，这边的房子就变比较矮一点。对，然后它这边就是靠港边，所以它就可以看到一些 view， 不会像是在市区那边高楼大厦你都看不到 view 这样子的商业区。然后这边就是才隔了几条街而已，它就感觉到比较放松啊，轻松一点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这边有一间很有名的 Pancakes on the Rock，就是大家会来这边吃松饼、吃猪肋排的地方，一个餐厅。我们先逛一下这边，好，乱逛一下。我们现在骑上来，来到这个 park， 它就是一个观景公园，然后在这里看得到市区的景。对，然后那个雪梨铁桥也看得到。对，那很多人也会选择来这边看雪梨的跨年的烟火。很多人来这边拍，这里就可以骑上去雪梨的桥了。就是这里，大家都来这里拍，不错吧？嗯，啊，在这边就可以看得到雪梨的铁桥，然后可以看到那个游乐园，然后还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景色。很多人也会来这边看日落，日落的时候来这边也是很漂亮。雪梨大桥很酷哦，它有分四个区域，一条呢，我们这一条是给脚踏车走的而已，只有脚踏车可以上来，人不能。另外一条右边就是给火车走的。对啊，好高哦，我不敢往下看会软脚。中间呢是汽车的双向道，然后在另外一侧那是人走的，那边应该就是也是只有人能走这样子。不敢去爬那个吗？我突然觉得不敢爬了。他们会去爬雪梨大桥呢，就是爬这个，好可怕哦！我们现在提到了这个 Luna Park 这里，它这个 Luna Park 呢，它在1935年就有了，在 Sydney Bridge 盖好之后的后三年，它就有了。看起来好恐怖的门哦！那我们今天要进去这个 Luna Park， 这看起来很可怕，有没有？很古代。You had big dreams to be a fashion queen。这个 Luna Park 一进来啊，就真的有一种那种很古代的美术的感觉，有一点可怕，有一点对，有点会在这边发生一些那种小丑、小丑拿气球给你那种感觉。哦，你要坐游乐园哦，把游乐园 pass 进，然后进来逛逛的话，
We're just kids staying young until we die.好可怕哦，这游乐设施好可怕，就是好可怕的这个东西，就是好可怕的摩天轮。然后他这边也有卖一些吃的，应该就是美式那种汉堡、热狗之类的。哎呦，尖叫成这样！You just smile. 不可能。这不适合我。Most of all, I pray your heart has found its way to fly.我觉得在雪梨市区是一个骑脚踏车很友善的地方，因为它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停脚踏车，像是我们去一些小景点啊，或者是像雪梨歌剧院啊，然后像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The Rocks 旁边这里也都有地方停车。那我们现在呢要来吃这个 The Rock 岩石区这边一间很有名的，这间叫做 Pancake on the Rock。对，那它这间呢就是吃 Pancake，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会吃猪肋排。哦，猪肋排。嗯。猪肋排啊，牛肋排这种的，然后还有一些沙拉点心，然后跟饮料，饮料就是有咖啡茶、调酒、奶昔。但它的猪肋排一次都是这么大份，都没有那种半份的。沙拉、披萨、炸鱼、薯条，看他一上来，惊呆了。对，这是我们点的苹果的 pancake， 哇，真的惊呆，因为它也是这么大。本来还想说要点一个肋排来吃。不行，跟吃不下。嗯，好厚啊。嗯，好不甜哦。你要想象中的甜，对不对？嗯，还好，就是要不甜。它跟日本的松饼不太一样，日本是比较松软，它这个是比较扎实一点，而且它没有很甜嘞。嗯。然后它这个苹果是有那种肉桂的味道。Young and to be died.好，今天晚餐呢，我们自己在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弄了东西吃。对，其实我们就是那种简单的，对，昨天的炸鸡没吃完的，然后跟我们去买的超市的热食放进来微波一下。花椰菜我们自己煮的，只有花椰菜。对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这个是自己弄的。对，大家都很会煮。我刚才说的那个地方像地狱厨房一样，每个人都各显身手。吃完晚餐之后呢，我们来到 Chinatown 这边，这里离我们住的地方大概也是走不用五分钟的距离。那这边呢，在每个礼拜五晚上会有夜市。对，我们来逛夜市。逛夜市，我刚打给我姐，我跟她说我来逛夜市，她很 surprise。对，这雪梨啊，这就很多国元素在里面哦，这是像是美国感觉也有，英国的感觉也有，然后像对啊，像韩国，然后台湾、中国这样。Most of all, I pray your heart has found its way to fly. Wow, 不是，这个是烤鱿鱼诶。We're just kids, stay young until we die.这边的 view 超好的，就是有市区的景，然后一走过来的路上啊，就是有很多的店家，然后餐厅啊、酒吧啊，还有一些商店，或者像是饭店啊、电影院啊，这边也都有。还有我们走过来的路上啊，它还有一个展览中心，那展览中心很漂亮，然后那边就有很大的空地，然后有人在那边练跳舞啊、体操啊什么的，那一整排都很美。那这边也是很适合晚上来看夜景的地方。然后在每个特定的礼拜六呢，这边还会放烟火。It's found its way to fly.
just can't stand young until we die。那我们在说的那个烟火啊，我们走过来就看到这个 QR code， 然后扫了一下，他就有跟我们说什么时候有烟火。嗯，明天十月七号刚好有。他有说几点吗？哦，八点半。好，记下来。那我们刚才从我们住的地方骑过来呢，就是会经过达令港，达令港那边很漂亮，白天晚上都很漂亮。对，这雪梨鱼市场呢，它是世界第三大的鱼市场，它每天有一万多吨的鱼货在这里交易哦。它这边除了有鱼货在买卖之外呢，它也很多海鲜餐厅，它那边就很多那种现做的海鲜，所以很多人会来这边，像吃生蚝啊、吃龙虾啊、吃海胆啊、干贝啊一些东西。进去看看。好喜欢逛这种市场，逛这种市场感觉都有好玩的东西。哎，这好像我们在纽约的那个 Chelsea Market 有没有放大版的 Chelsea Market？ 可以买回家煮。我们可以买回我们的那个民宿煮。然后这里还有那个 Fish Market。今天在这里吃的竹马。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哇哦！等一下以为我们要点。对。哦，那边还有卖寿司哎。哇，你看，这个还放这个哎。你看它这里就在这里现剥哎，超酷，而且是很大一颗哎。看这大阪烧，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？在日本都没有这种，这很夸大阪烧哎。哦，你看它这边还有卖酒，可以买酒，然后跟你的海鲜。这里还是有鱼味比较重一点，其他地方是比较还好。这感觉就是一摊一摊的鱼贩啊，一摊一摊的鱼贩，自己的渔船，然后自己当开一间，然后其实卖东西都差不多。这里还有卖这个 Machi Machi， I love you so much。哦，然后你看这边还有卖水果，这里还有超市哎，你看这里的超市，哇，满满的水果跟蔬菜哎。这东西啊，看它这样弄，哇，真的看得会吞口水。在澳洲这边好多这种，哇，这个好酷哦。你看还有甜甜圈造型的寿司哎，在澳洲这边好多这种。这一区也是很有趣的一区，他把生蚝上面都做各种 decoration， 寿司看起来也是都好好吃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哇，要吃海鲜就是来这了。因为我们最近还不能太吃点类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点这些。这里的鸟也太凶了吧，还爬到人家的桌上，赶快上去二楼的位置照。好可怕。我们现在骑到雪梨大学这里，它这个校区也是蛮大的，然后它后面那边有一个大大的操场，然后还有几栋建筑物这样。